威廉王子信心十足，转达凯特王妃的口信，一切都好，正在康复。凯特已经神秘消失了好几个月，王室显然也顶不住舆论的压力，开始释放出一些养病细节。八卦小报添油加醋的报道，让王室颜面扫地。威廉也首次做出了正面回应。肯辛顿宫发言人打头阵，发布了威尔士王妃的病情通报，表示正在康复，希望大家多给一些时间和空间。这段时间离谱的传闻实在太多，甚至还传得有鼻子有眼，让凯特王妃备受困扰。威廉王子由于个人原因取消了两场公务，立刻登上了头版头条。在这个节骨眼上缺席，被外界无限解读，甚至又传出了凯特病情恶化的消息，因此威廉不得不亲自回应。威尔士亲王访问伦敦市中心教堂的时候，戴维转达了凯特王妃的口信，发布了联合信息。凯特现在在养病，但是关注着外界的消息，表示自己一切都很好，并且感谢了王室粉丝的关心。如今的威廉王子信心十足，拍着胸脯跟大家保证，凯特这段时间过得很好，局势也在朝着好的方向在发展。看来英国王室也很识时务，面对波涛汹涌的舆论压力，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。不少读者都在感慨，伊丽莎白女王在世的时候，英国王室井井有条，但是如今却四分五裂，尤其两位核心成员病倒后，给八卦小报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素材。按照王室和威廉的说法，凯特现在住在德莱德别墅，身体正在逐渐恢复。毕竟伤筋动骨100天，凯特目前需要的是静养，不能再操心和劳累。尽管王室回应的次数增加了很多，但是传闻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。这场危机公关要想取得胜利，除非凯特王妃本人亮相，亲自做出澄清，否则其他人的话根本没有说服力。不少网友也认为，英国王室越是拍胸脯保证，反倒可信度越低。如今舆论已经失控，只发布一张凯特的近照就能解决问题，根本没有必要不厌其烦澄清。凯特最后一次出镜，还是在过圣诞节的时候，当时就被拍到多次用手护着小肚子。现在神秘消失了这么久，凯特的健康状况成谜，恐怕只有英国王室高层才心知肚明。消失的威尔士王妃，电影里的剧情在王室真实上演，的确有些不寒而栗。本来君主制统治就不稳固，假如凯特王妃有了三长两短，恐怕真的会雪上加霜。威廉作为英国王储，肩膀上的压力也很大，需要维护各方的利益。王室一边说凯特正在康复，另一边却延长康复期，前后矛盾的说法真是让人不解。事实上，凯特的地位已经很稳固，并且生育了三个孩子，是板上钉钉的未来王后。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，不由得让人阴谋论一番。网络上流传出来的版本也越来越多。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凯特王妃现在肯定被困住了，没有机会或者不适合亮相。都说最是无情帝王家，就连出身贵族的戴安娜都能发生车祸，平民女子凯特能否恢复健康，可能全在英国王室的一念之间。